中原普渡，很多人拿罐头来拜，看准的是方便性。打开八宝粥，捞起一汤匙丰富的配料，来一罐填饱肚子。不过有仔细注意过吗？上面的营养标示？你会注意那个热量吗？通常会看一下。营养师高敏敏在脸书分享罐头热量排行榜，甜罐头第一名是牛奶花生，有416大卡，含糖量25.8克；第二名是玉米罐头，340大卡，含糖量14.6克；八宝粥位居第三，269大卡，含糖量34.5克。那鱼罐头，这样子比较摆在那边就当做一道菜，甜的罐头拿来当下午茶，咸的罐头就拿来加菜。热量第一名的柚笋有490大卡，含钠量1450毫克；第二名番茄青鱼370.5大卡，含钠量1070毫克；常常配稀饭的土豆面筋位居第三，284.2大卡，含钠量最多1876毫克。如果想要减少含糖量或者是含钠量摄取的人呢，可以在打开罐头之后把上面的汁液或者是油脂倒掉，甚至你也可以用清水或热水来穿烫一下这个罐头里面的食物，就可以减少钠含量了。罐头的含糖量跟含钠量相当高，超过每天摄取的标准。中原普渡即将到来，买罐头来拜拜，先看一看标示，普渡之余也要吃得健康。三立新闻郭玉顺，台北采访报道。